武宁王的私生女守百香，原本和乐的平凡家庭一系破碎，与同母异父的妹妹雪姬争夺百济国公主的身份，并与明农太子发生了一段动人的爱恋。最精彩的剧情，7月24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《帝王之女守百香》JET 综合台。